迪亚酒 DRGO Keep Walking 梦想自助计划已经20周年了，欢迎每一位朋友可以来到这边寻找更多的梦想，看到更多的感动。土地伦理能生根，基本教育能扎实，翻转偏乡医疗，从事珊瑚富裕台湾第一个计划，带着9位声障音乐家到维也纳参加国际钢琴大赛，圆了他们在国际发光发热的梦想。不管梦想有多难，都要努力往前冲哦。人生里面，不管你从事什么工作，你必须要去重新给生命或工作里面给一点诠释。这个诠释里面，你就会有无限的动能。不管梦想是伟大的梦想，或是一个很简单的梦想，最重要是要开始做。就算是很大的梦想，然后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，只要每个人都跨进一小步，就会变成很大的一步，这个世界就会有所改变的。梦想自助计划20岁，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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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期待下一个20年，祝福所有梦想人都能够坚持走下去，继续往前行 ，Keep walking， 继续走，走到100岁，跨越极限，永续前行。希望你们可以让台湾有更多的梦想可以起飞，一起逐梦踏实，超越自己的不可能。梦想 Keep walking。